真正学密，老师告诉我，是什么人有这个资格呢？初地菩萨，他讲的是别教。那用华严来说，就是初住菩萨，超越十法界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后，再学密法。用密来加行，很快把你向上提升。如果你没有这个境界，你学密那是假的，那不能成就的。佛法开悟，法门无量无边，但是到最后啊，只有三门。这个三门就是觉、正、净，到最后就是三门。好像我们到这个讲堂，我们讲堂有三个门，可是诸位同学有很多从世界过过来的，那个路就无量无边。不是，从无论你从哪个路来，来到我这边的时候，想进入讲堂就是三个门。所以最后啊就三门。觉门，上上根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禅宗、信宗，走这个门。不是上上根人，这个门你走不进去。第二个门呢，正门。正门容易走。就像读书一样，按部就班。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拿到最高的学位。最高学位成佛了。但是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能成就的，稳当，所以稳当的时候，我们寿命很短，一生当中恐怕不能成就，那就麻烦了，来生再得人生不晓得哪一年，得人生是不是又遇到，又成问题，很多得人生的时候一生没遇到，那你的一生白过了，所以不容易。要很长的时间。那么第三个门就是净门。修清净心。修净门呢两个宗。密宗是净门。这个净土宗是净门。都是依靠他力。佛来加持啊。密宗也是佛加持啊。净土宗也是但是净宗比密宗好修我的老师在密宗上师张家大师他们师兄弟四个人。达赖、班禅、张家、智不增丹巴，四个宗嘎巴大师的弟子四个人在中国边疆，达赖前藏，班禅后藏，张家内蒙，智不增丹巴外蒙。这是一般人称为四大喇嘛也称为四尊活佛这个教化的地方呢张家的最大你看张家从中国东北内蒙甘肃热河山西陕西
再往那边去是新疆、青海，啊，这一带都是他的教区，啊，所以他的教区范围最大，啊，我们很难得有这个缘分呢，亲近到上师，啊，所以他没叫我学密，啊，他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密法他跟我讲过很多，所以我了解，啊，密法是佛门里面大乘教里面高等的佛法，啊，好像是什么研究所的课程，不是普通人能修的，普通人能修的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是借缘的。那好像幼稚园小朋友毕业的时候，哎，也戴个博士帽子，哎，那是普通人学密的，我们要懂得，啊，真正学密，老师告诉我，啊，是什么人有这个资格呢？初地菩萨，啊，他讲的是别教，那用华严来说就是初住菩萨。超越十法界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之后再去密法，啊，用密来加行，很快把你向上提升。如果你没有这个境界，你学密那是假的，那不能成就的，啊，就黄念祖老居士也学密，他告诉我，但是现在的密已经不行了，全没有办法得到啊这个密宗殊胜的成就，没有了啊，这禅也没有了啊。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啊，他告诉我，现在成就除念佛之外没第二个办法，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告诉我，每一天念佛号14万声，叫黄念祖老居士。这个经的注解写完之后，他什么都不看了，就是念佛啊，一心啊求生净土，因为他身体不好啊，多病，年岁大结大了，啊，求生净土，啊，这个是不是假的，所以密宗必须在显教里面真正成就了，啊，才用密法加行，啊，那么现在的藏密也随着这个时代呀，都起了变化了，啊，所以实际上跟从前比都逊色不少，啊，我曾经问老师，这密宗沉船活佛转世真的是假的，啊，他告诉我大概前30世是真的，啊，40世以后啊就不可靠了，啊，这但是不能轻视，为什么呢？被选入灵童之后，他有这个缘分得到最好的老师辅导他，如果他真正肯用功修学，他会有成就，啊，那这是真的，啊，这是别人遇不到的这种缘分，啊，最好的上司他知道他，啊，他跟我说实话，去学佛，嗯，学得再好，说得天花乱坠，嗯，还跟人对立，还跟事对立，啊，还跟万物对立，他是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行，
啊，极乐世界虽然讲待业往生，他不待现行，他能待旧业，啊，过去的业他能待，现前这个业他不能待。啊，我愿一个人，现在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愿不愿？还愿？啊，没指望了，你就去不了了。最后一口气，哎，我没有愿了，阿弥陀佛才能接你走。世尊明心见性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说的太多了，我们抓不到纲领。那简单的说，到底说些什么？啊，见性呢？性是什么样子？可是慧能大师见性，他给我们呢说了一个总纲领，五句话，20个字。啊，那这20个字就是讲常寂光。常寂光什么样子？诸位晓得，常寂光是自己的自信，常寂光是真正的自己。禅宗里面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个面目大家是一样的。啊，慧能大师告诉我们，第一句话是本自清净，也就是说自性里头一丝毫的染污都没有。啊，现在有没有染污？没有，绝对没有染污。啊，那现在这个六道十法界，佛常常讲啊，这是染污啊，不是自性的染污。啊，染污是什么呢？染污是阿赖耶的染污。自性是真心，阿赖耶叫妄心，妄心有染污，真心没有染污。那我们用电影，这个电视、电影、电视都一样。那这个比喻可以看到，啊，荧光幕里现的这个色相是染污。啊，频道一打开，色相是染污。为什么呢？屏幕上本来干干净净的，啊，不管你是善是恶的时候，它通通是染污。啊，那我们要真问一问，荧光幕上真的染污了吗？频道关起来之后，荧光幕上一点染污也没有。啊，事实真相跟这个很接近。确实没有染污，染污是妄性，妄性不是真性啊，与自性不相干呐、啊。那另一把事情啊，啊，叫阿赖耶有染污，啊，自性没有染污，啊，阿赖耶有生灭，啊，所现的相，无论是物质现象，是精神现象，有生灭。啊，它是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啊，有生灭，自性不是因缘所生的，它本来就有的，啊，所以它没有生灭，啊，本自具足，虽然它物质精神现象它什么都没有，它能现一切相，这很不好懂啊。什么都没有，他为什么能现？为什么现的是无量无数无尽？怎么会现那么多？啊，变幻无穷。我学《华严经》想了很久，想不通啊。啊，什么都没有，它怎么会变那么多？啊，所以我就想起我们童年玩的万花筒，我想出这个东西。那这个万花筒很简单呢，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啊，我说了这个人，好多人送我万花筒，送了十几个给我。啊，三片玻璃，啊，这个里面。
不过是几片不同颜色的碎片啊，你在这个镜子里面你去转，你去转动它，你转从早到晚转一天啊，无数的这个图案出来，没有一个相同的。我就想到，哎，本自具足啊，这个能生万法了，哎，就像万花筒这个道理，真的不是假的啊。它现在再多，你不能说它有啊，它不现的时候，你不能说它无啊。有无是相对的，有无是两边的，自性里头没有对立，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要想回归自性，还有对立这个念头，你就回不去了。那个很严重啊！啊，是学佛，学得再好，说得天花乱坠，还跟人对立，还跟事对立，啊，还跟万物对立。他是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行。啊，极乐世界虽然讲待业往生，他不待现行。啊，他能待旧业。啊，过去的业他能待，现前这个业他不能待。啊，我愿一个人，现在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愿不愿？还愿。没指望了，你就去不了了。最后一口气，哎，我没有愿了，阿弥陀佛才能接你走。这个功夫啊，要在平常练呐。啊，对我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呢，都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去不了极乐世界，见不了阿弥陀佛。啊，要把它放下。别人对我有怨恨没关系，我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他有怨恨是他不清净。啊，他有染污。啊，所以要记住，《无量寿经》上讲的修行三个标准：清净、平等、觉。这三个平等啊，是这三桩事情，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不同的净土啊。这个要知道，真的断了啊，执着没有了，生凡圣同居土。分别没有了，这个无明断了，生十报庄严土啊，那就平等了，平等就生十报庄严土。如果觉了呢，就大彻大悟觉了呢，觉了就回到常寂光土了。啊，所以我们待业，我们说老实话，一样也不能断。啊，待业就是呢，待过去不待现行。啊，现在我们要把所有一切，啊，跟人家的对立、矛盾、冲突，统统要化解。啊，从内心呢，把它放下，不要再计较了。啊，希望自己的心达到清净。啊，清净心现前，你决定得生。
这个重要啊。啊，不能因为外面环境的干扰啊，把这一次的机会又障碍住了。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法大禅师念《法华经》念了3000部，《法华经》很长，一天顶多念一部，3000部要10年呢。念了10年没开悟啊，有傲慢习气，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就值得骄傲。念过3000部《法华经》，《法华经》念得倒背如流啊，到慧能大师那里请教，见面吗？这是后学吗？给老师顶礼三拜，啊，老师看得很清楚，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啊，这就是傲慢的习气，啊，礼拜头不着地，起来的时候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就说了，他读过3000部《法华经》，能大师就问他，《法华》你讲些什么？他说不出来。他反过来向慧能大师请教，慧能大师，这个经我没听过，我也不认识字啊，你既然念到3000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2品，念到方便品，能大师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他有这种本事才能参学啊，给他讲他开悟了，再拜头着地了，这没话说了。净宗是怎样修清净心的？远离一切染法啊，远离一切染污，修清净心容易啊。密法里头是不离这个境界修清净心，这个难呐。那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他那个净是真净，我们这离开了清净，接触之后未必清净啊。所以人家是真清净啊，你是佛法里面上上乘法啊，不学这个法门就不能成佛，非修不可。什么时候修呢？初地以上啊，换一句话说，三贤位的菩萨还修贤教啊。他在学校念书，他是博士班的，你的硕士班毕业才能够修博士班。如果你不是这个程度，你修密麻烦大了啊！最后会到哪里去呢？会到阿鼻地狱啊！这个是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的。那么密宗在我们这个世界最低的程度是原教初住啊，也就是说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接触任何境界都不动摇了，都不会受干扰了，就像善财童子53参啊，那我们老师为什么限制很严？什么都不准看，都不准听，都不准去学，怕什么？怕受干扰。啊，你们有定性。啊，见猪你就吃，见墨你就黑，那怎么行啊？啊，猪墨摆在面前，你尽量接近，是丝毫不沾染。那个功夫才能学啊，啊，才能出去参学啊，啊，所以参学是有条件的，不是
随便的人都可以去参学，不可以啊。啊，你看善财童子参学，他是在文殊菩萨会上明心见性的，那就是得根本智，那就是见性啊，就是大彻大悟啊。般若经上讲的般若无知啊，根本智是无知啊，从无知起用起作用啊，就是厚德智。他这个参学是成就他的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啊，你自己必须到无知的时候你才能去参学啊，才去成就厚德智。那我们没有德根本智，我去学不行吗？那你要去，佛对你也没办法，你就去吧。你能学到东西吗？你所学的全是错误的知见，没有一个是正确的知见啊，是正知正见，这个我们敢讲，通通学错了。必须到清净心当中一念不生的时候，你接触的时候才是真智慧，佛智佛见啊，你没有到这个程度啊，你到外面任何地方去参学，学的都是邪知邪见。为什么？因为你心邪，你心里的会起心动念，会分别执着啊，所以正法都变成邪法了。那个得根本智的人是说，他没有知见，没有知见就叫正知正见。啊，他没有邪见呢，他不迷呀，啊，所以他一接触的时候，完全跟自性相应，啊，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啊，一接触就明白，眼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了。啊，你像慧能大师给我们所实现的，我们想想行不行？啊，人家没有学过《法华经》，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啊，法大禅师念《法华经》念了3000部，《法华经》很长，一天顶多念一部。3000部要10年的啊，念了10年没开悟啊，啊，有傲慢习气，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就值得骄傲啊。他念过3000部《法华经》，《法华经》念得倒背如流啊。啊，到慧能大师那里请教啊，见面吗？这是后学吗？给老师顶礼三拜啊，老师看得很清楚，拜的时候头没着地啊，这就是傲慢的习气啊，礼拜头不着地，起来的时候问他，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就说了，他读过3000部《法华经》。啊，能大师就问他，《法华经》你讲些什么？他说不出来。啊，他反过来向慧能大师请教，慧能大师，这个经我没听过，我也不认识字。啊，你既然念到3000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二品，念到方便品。能大师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
他有这种本事才能参学啊。啊，给他讲，他开悟了，再拜头着地了，这没话说了。啊，这个参学要有这个本事才行啊，没这个本事不能参学啊，你参什么？你反复啊。啊，所以善财童子在华严经给我们表演那个参学的条件。我们就知道啊，没有见性不能离开老师啊，离开老师问题就来了啊，你会受染污，你会变成这个邪知邪见，你会堕落啊。所以老师是好意，不让你出去啊，要跟在身边的。啊，谁才有机会开悟？老实人呐、啊，跟定老师，老师不害我，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不听的。啊，他觉得你这个老师不错，还有比你高明的。那你这里不准我学，人家那边广修多闻呐。有，古今中外都有这种人。啊，他离开这个老师，另外去找个老师，完了，一辈子完了。啊，所以善知识确实是难求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找不到了啊。唯一的一个方法呢，找古人，古人可靠啊。古人说经教我们学华严经啊，找清凉大师，找李长者，他们对华严经有详细注解啊。经我们念不懂啊，我们看注解，就是听他开导，一遍不懂十遍，十遍不懂百遍。如果您能把华严经疏钞念一百遍，可不可能开悟啊？非常可能。一百遍你的心定了，所以先得三昧啊，清净心得到了。你把你那些烦恼习气啊，这个知见习气啊，通通都念掉了，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生智慧啊，智慧就能开悟啊，这真的也都不骗人的。我们老祖宗讲，仁者无敌。仁者在我们佛门里面称菩萨啊，称菩萨通常都称仁者，仁慈的人，菩萨是仁慈的人啊。无敌，他心里面没有敌对，如果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还有对立，这个人不是菩萨，这个人不仁，不仁就是没有慈悲心啊。仁者是大慈大悲啊，还有怨恨，那怎么能算是仁者呢？我们今天学无量寿经，
找黄念祖这个柱子就行了。为什么？经是他老师夏莲居老居士集五种原意本质大成。他这个注解呢，我们现在你看已经看到了，集古今中外那些大德注《无量寿经》的大成，都是集大成了。你看他的一个注子，你看了多少经啊？他后面引证的是200多种啊，你全都看了，他集大成了。我们要去翻那么多的时候，要费多少时间？啊，他都把它都整理好了。啊，古著过去我们也涉猎过几种，他这全有，全经，中他全都抄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一部经呢，是集净土。啊，经论著疏之大成，我们要认识这是宝啊！啊，一切经里面净宗是宝啊！啊，净宗典籍里面今天摆在我们面前，这是宝啊！没有比这个更超胜的了，没有了。我们要珍惜。要认真学习，这分量够啊！像这样的分量，我们如果从头到尾一门深入来学习啊，学习个5年10年，念佛三昧就得到了，没有妄念了吗？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上面，他怎么会不得定呢？啊，这个三昧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得到了，就能得到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见性了。啊，那我们希望能早一天成就，早一天是你的真放下。啊，在经典里面教我们，啊，要放下的，统统放下。啊，总的纲领他说了三句啊，就是三业清净。他把口业摆在第一，这跟其他经不一样。其他经讲身口意，本经是讲口身意，善护口业，不及他过。他真干呢。我们还批不批评别人，有意无意批评别人，你就犯了。真要学，时时刻刻要警觉，不及他过。啊，别人的过失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啊，你这个做到，你就能学普贤菩萨十愿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那处世待人接物要这样才行啊，才像个菩萨了。啊，菩萨没有冤家对头啊。我们老祖宗讲，仁者无敌。仁者在我们佛门里面称菩萨啊，称菩萨通常都称仁者，仁慈的人，菩萨是仁慈的人啊，无敌，他心里面没有敌对，如果还有分别，还有执着，还有对立，
这个人不是菩萨，这个人不仁。那不仁就是没有慈悲心啊。啊，仁者是大慈大悲也。啊，还有怨恨，那怎么能算是仁者呢？啊，他对我不起，啊，他回谤我，他侮辱我，他陷害我。你要是个仁者的话，啊，他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你，你心里头都没有沾染。啊，不但没有沾染呢，你还很感激他。那为什么会感激他呢？他来考验你啊，你不是学佛吗？到底有没有功夫？啊，骂你几句看会不会生气，一生气完了，你看，他来考你啊。啊，你们在经上，在《金刚经》上提的，啊，割离王各界身体，啊，这个故事，啊，原文的故事是在《大涅槃经》里面，啊，讲得很详细，啊，《金刚经》上略提一提，啊，那是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之前。啊，修忍辱波罗蜜，啊，人家称他忍辱仙人。啊，碰到割离王了，看看能不能忍。啊，割离王把他凌迟处死，啊，用刀啊割他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把他割死。啊，看他能不能忍，你还会不会生气，还会不会埋怨我？啊，忍辱仙王是仙人告诉他，我一丝毫怨恨都没有。啊，而且在他面前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成阿罗汉、乔成如尊者，就是那个时候的割离王，这说话算话了。割离王成就了他了，所以忍辱仙人感恩了，没有怨恨的。啊，怎么成就了他呢？帮助他提前成佛了。啊，在这个贤界千佛里面，第四尊佛是弥勒佛，释迦牟尼佛在他之后是第五尊佛。啊，你看现在释迦牟尼佛先成佛了，弥勒佛变成释迦的后补佛。啊，什么原因呢？忍辱波罗蜜这个成就提前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吃亏是福啊。那你不肯吃亏，你不要福报吗？那忍辱仙人懂得了，吃亏是福啊。啊，完全接受。啊，他的佛报就现前了，他提前成佛了。啊，这些事情都是教导我们。啊，那么大的难，他都若无其事的，逆来顺受。我们今天遇一点小小的挫折，都受不了了，怎么能往生啊？
所以修行人吃再大的亏，上再大的当，若无其事。总要记住佛在金刚经上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把它放下，心里头没有痕迹，没有一丝好的怨恨，长生欢喜心呐！对于这些冤亲债主，感恩感谢。如果我过去欠他的，该还他，欢欢喜喜；如果过去没有欠他的，没有欠他的，不要了。他夺取了之后，不要他还了。还我还要再到世间来一次做人，接受他还麻烦大了，不要了。你说你多自在。这都是一些事实真相啊。能吃亏。什么亏都行，都欢喜。别说超度别的，我们吃一只鸡能够叫这个鸡升天，它能够享天福去，有没有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千万不可以。为什么呢？你给他结冤仇了，你不是开玩笑的，密宗没有中间路线换一句话是，一个是成佛，一个是堕阿鼻地狱。你要是成不了佛，你就到阿鼻地狱去了绝对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密我们尊重我们赞叹，我们不学为什么？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学我们不吃一切众生肉，消自己的业障那学密的时候他可以吃一切众生肉，为什么？他吃他的肉的时候他能超度他，他有这个本事我们今天吃众生肉有没有本事超度他？别说超度别的，我们吃一只鸡能够叫这个鸡升天，它能够是享天福去，有没有这个能力？没这个能力千万不可以。为什么呢？你给他结冤仇了密不是开玩笑的，密宗没有中间路线换一句话是，一个是成佛，一个是堕阿鼻地狱。你要是成不了佛，你就到阿鼻地狱去了绝对不是开玩笑的。密宗上师跟一般这些信徒借借缘给你做个灌顶传你一句咒子传咒多半都是传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Om Mani Padme Hum。很多人都会念，张家大师也把这个咒传给我，叫我平常念我问他什么意思他给我讲解Om 都是梵语，这个意思是身体讲化身也行，报身也行，身体摩尼，我们大乘经里面很多莲花摩尼是莲花，拜德麦是保持，哄是意，就是念头他们的文法，你看身、莲花、保持、意。我们中国人的文法，保持身心
意就是心嘛，哎，像莲花一样，这个意思好啊。啊，所以持咒要三密相应，手接印啊，口念咒，心里的观想，啊，观想是什么？保时时刻刻保持自己身心像莲花一样，处污泥而不染。那、这个意思是真好啊！那、现在很多人会念的，什么意思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就产生不了效果啊！因为大乘教里面佛讲呢，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没有观想啊，你光会念，光会接受印，你没有观想不行啊。得不到真实利益啊！所以观想是三密里头最重要的啊，比持咒接印还重要。我跟张家大师三年，他没有传给我秘法，他说程度不够，你还差很远。这是真话，不是假话，所以我非常感激这个老人啊。我的佛法基础啊，三年当中他给我奠定的啊，所以以后才会有这么一点成就。那么这个都是得，真正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啊，所以属于啊他利门，属于果教啊，阿弥陀佛果德加持我们。行人呢，发心念佛，仗弥陀本愿施受，威神加庇，护持行者，所以你真正依教奉行，你不会着魔。啊，你真正依教奉行，有特异功能的人会看到，那是真正有这种功夫。啊，你的身体放光啊，魔不能亲近你。啊，又何况？皈依阿弥陀佛，真的是有二十五位护法神保护你啊！那为什么很多人修行都出了毛病呢？那就是前面讲的，行人稍有之处，有那么一点点执着，便是正见，介入魔途，麻烦了，冤亲债主全找上门来了。啊，这心要住在道上。啊，怎么住在道上？时时刻刻念佛，不是念佛，想经典里面讲的这些道理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忆佛常常想佛，佛在哪里？经上所讲的都是的。那华严经讲的更细。啊，我们过去这么长的时间学华严经，啊，我们学了4000多个小时，啊，因为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当中才把
望京还阳关插进去，啊，那是修学的纲领，啊，是全部华严经的精华。论文不长，啊，全文只有六段，前面三段，那是方东美先生讲的最高的哲学，后面三段那是最高的科学。啊，叫大乘教里头，哲学跟科学都讲到登峰造极，究竟圆满。啊，把宇宙的缘起讲清楚了，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我从哪里来的？啊，我们自己这个自己的缘起都说出来了。太难得了啊，跟今天全世界啊顶尖的是哲学科学来比，绝不逊色啊。我们也用了200多个小时，啊，那么这套光碟可以多听，啊，听不懂没关系，一遍一遍的听，听了会开悟啊，啊，听了说，纵然不开悟，它肯定帮助你放下。这个利益就很大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